今年五月二十二号，二零二二年，这是能源经第一百八十次讲次，经文在三百页第一行。我十位圣人树圆通，今天讲的是须菩提。须菩提，它另外有三个名字：空生、善吉、善现。须菩提出生的时候呢，他们家的金银财宝突然间都不见了，所以。 他父亲就给他取一个名字叫空生。他的父亲请一个算命师来给他算命，这个算命师说这个小孩是既善又很吉祥，所以他的父亲又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善吉。没有多久以后呢，他们家的金银财宝都又回来了，所以又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善现。我们看新闻。 须菩提即从做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“我旷劫来，心得无碍，自意受生，如何生？”须菩提离开座位，顶礼佛足，对佛说：“我从很久很久很多劫以来，我身心都没有障碍。为什么没有障碍呢？因为。” 意念清净了，意念清净以后，才会没有障碍。在这个定中，在这个空里面，他才能够记起来，他从不很久很久以来，无量生以来，他做过什么，然后出现在什么家庭，他都记得很清楚。 和沙，一粒的沙，就是的的仪式，所以不知道经过多久多久了。可是因为他是在定中，所以他能够记起以前的种种。出在母胎即知空即如是乃至十方成空，意令众生正得空性。须菩提，他在母胎的时候，他就知道。 空性，他已经证到人空法空了。人空就是他对于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这四项，他已经不去分别了。法空就是人事物上面，他都没有执着自己的自见，所以。 他出生以后呢，他看到十方世界，它里面的很多包罗万象的事物，也都是知道他们都是空性的。他出家以后呢，他就说我出家以后，我因为我自己证到了人空法空了，所以我也教导众生怎么样能够证到空性，门如来发。 性觉真空，空性原名得阿罗汉，顿入如来宝明空海。虽然我知道人空跟法空，可是我还不知道这个所谓的真空是指的如来藏性。承门佛来教导我，性觉真空，性空真觉，就是我明了。 觉跟空是一体的，空里面有妙有，妙有不离真空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真空的妙性就会很圆满，因为都很明白、很清清楚楚，所以证得阿罗汉。因为这个知见跟佛的知见能够相应。 所以能够忽然间能够入佛的知见，佛的知见是宝明空海，是宝是很宝贵的，明就是很明明白白的，这个海就是无边无际的真性，像空海一样，同佛之见应成无学解脱性空，我为无上。 佛他印证我已经证到无学了。这个无学就是自己可以精进，不用别人督促了。解脱性空，何谓解脱性空？我虽然知道人空法空，可是我不执着在这个空的上面，没有被这个空所束缚，所以能够彻底的解脱。所以解脱空性。 佛说我是第一的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诸相入非，非所非尽，全法归无，思为第一。佛问我们是怎么样能够领悟的？我所领悟的是，所有全部的相，人相、法相也好，它都是空性的。 非所非尽，能所对的心，还有所对的尘，它都已经没有了。因为我没有我的自私的执的执着的分别心，所以也不去分别这个外尘喜不喜欢，所以能跟所都没有了。所有的法，它的原来的本觉都是空性的。 所以，这是选法归无，这是我所领悟到的。今天讲到这里。